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。Thank you.
别介绍一下啊。首先我要介绍林蔚红，她是林蔚红女士，她是香港东极殿夜总会副主席，请佢上台。点解我要介绍佢呢？仲有一位就是九龙文化艺术团的团长钟生华团长，请佢哋两位上嚟。大家都熟悉吧？我们的团友都熟悉，他是小钟先生。钟先生15年来都一直为我们在乐华区帮我们封场地的。啊，如今呢，这是小钟先生，那我们真的是很高兴，他也能够来到我们当中。我喺呢度咧就代表两位和平联合总会向大家咧就预祝新年快乐，圣诞快乐吓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咁今日咧就好荣幸可以参加呢、这个。咁有意義嘅宴會啦，咁啊同大家咁樣歡歌歡舞嚇，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祝大家。